啊，这个云仪灯泡，这是通电的。通电的红外灯它是亮的，看得到红外灯是亮的。因为它这个启动比较慢一点，所以不能太急。一定要听呢有语音提示才能连网，没有语音提示是连不了网的，它也不能扫描二维码。如果纸巾结束以后半天没有提示音了，这样轻轻的按一下，有弹性的。重置摄像机成功。重置摄像机成功。如果重置以后，这个就代表已经可以连网了，它也是有语音的。如果没有语音，那就连不了网。